有人抓草吗？我听到草，小心后面。我怎么回来之后我的脚就好了？老姑姑姑，你有需要补吗？啊？你有需要补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满的。好，我的尸体有啊。等开门，在外面楼梯。是我开的。不行，我还是要动手术。那这样的话，那个脚好是假的。我也拉脚。拉脚是我。那我是说我也要拉。哦。反正闲时间很够。你们三楼、啊、走路。上面。他被人家扔拔了。他丢进来。拔。先躲好。有人在扔他。OK。有人进来了，二楼。干，我是穿到二楼去。被当三明治了。我拉屎，被打到了。我拿狙击枪，右边好像也有人。好，我们外面好像也有人。他进来就会知道了。你们的房号是 ZBRT。我不满。三楼你们要小心哦，打死我那个他捡了我连缝哦，我连缝几乎是满弹的哦。什么子弹？995。靠。靠呗，你帮我把左铁，左边有左铁，有人在用人打，一个双枪，我听到 M4 了，雷米，你帮我把后面的门都打开，方便我们撤。后面的门都打开了，好，对，方便我们撤。草，右边。往后一点，往后一点，准八。全都开了，能开的都开了。有穿草，外面有穿草。有。他往二栋，往二栋走，从侧面窗看。有看到人吗？我觉得我看不到他，他已经往后面跑了。OK， 我先往前走一点，我觉得我挡到你的射线。要轮完拔就往后撤。还在试。还在丢嘞。我看正门方向。阿达，你的位置是在哪里啊？我死啊！我知道，我是说你尸体的位置。侧梯啊。嗯。侧梯外面啊。太多人在这边了。我们遇到太多组了。成团应该都过去了。刚刚被卡在这边。
欸，右边人打，两栋没有人打开，敲音枪，打我们还是别人？不是，他要打三楼的呀。还在死，他不知道，他在树林里面看不到他。我看应该有背镜的，他应该在后山有背镜的，没有热血找不到他。帮我看住那个二楼，我看后面，看围墙，雷米看中间啊，我在看中间，他应该绕到宿舍旁边那个森林去的。确定有没有看错？有铁，有两栋那边吗？没看到人影，恐怕不是，恐怕是那个地板上的。嗯，哎，不是哦，三楼，嗯，是我们头上那个，把它。上面也不知道几只啊！我刚才死掉，至少死掉前至少一只啊！等等，你刚刚上去太大意了，一定有人。我已经靠到最侧面了，但我的旁边还是有声音，恐怕在一楼最底下，在车子那边，在走路，往正门的方向。现在看不到死角。走路，跑步，不止一个，好铁。快往后山跑了。嗯。两栋旁边，拉远了。有，走了，两个。不是他们三楼跳下来吧？是。尴尬。还有一个走路。那是我们刚有人动吗？没有，小动一下，应该是我。嗯，我们要上去看。走。这个没有捡，还不敢下来捡。两个，我看一下，怎么走无声步啊？忘记了，看没有关后门啊，靠北。我刚有关啊，把他打死了。他开的，等一下我把他枪拿起来。
上三楼。他自己被扒光了。你们要上山吗？我就死在楼梯那边啊。看一下。应该会播很快了，我装很好啊。已经被扒光了，那个人已经跑了。那个人带很烂啊，西瓜皮，刺激一点。就刚好爆到我的头啊。然后有两个。回去了，我要回去捡虫。哎呦！怎么了？雷米，你拉一下那个楼梯那两个，看他有没有口袋有没有剩。哪两个？没有，没有楼梯吗？被收光光一箱了。我在楼梯拉哦，我在三楼楼梯拉。就二楼这两个对手而已。二楼就我跟他打。我在外侧，应该只有应该。阿达，你在外踢嘛？你们刚开着就死掉了。啊、我要进去就卡住啊，然后退可以中的时候退回来就被打到手臂打到死了。还好面罩可以换。空的，没东西。我下二楼，你们在二楼吗？嗯，在二楼。我下二楼。Kira 的面罩有挡到弹，对不对？草草草。导入车。哪一侧？导入，导入。你们的房号几号 ？ZBRT。有人看一楼吗？我来看啊。OK。船草，他们身上谁有包吗？我才发现我其实没带包。有有。地板都有。好，我们先回房吧。我也是这样觉得。我现在觉得捡这个 不太重要。你要去哪里防护？三楼吗？先去三楼整理一下。收。刚中央有两个包，一个在地板上，一个在尸体上。收到。欸、我待会再捡。雷米，你穿战挂甲还是装甲？战挂甲。OK。那乌龟呢？嗯，那个战挂甲。哦。就宰了他，结果另外一只就上从上面打出来，打我就来不及了。盖刚死二楼，二楼射梯，围墙那边，全装载，避光弹。是他是不是进来？避光弹全装载。孤龟你八头，我死在中间。OK。他们在围墙那边进来的。激光弹全装载，然后这个声音，这是856还是85？点发的。嗯，处理它。算了算了，我们乖在这里比较安全。好。好像带艾尔芬了、嗯。那要小心。我先准备拔蜡。来了，我打得不太远。
有了。两个。两个。手榴弹，完了。手丢过去。手榴弹。听到一个惨叫。再丢一颗。啊，丢太近。放。拉近距离，一个，他在楼梯，支援我一下，好，他下去了，他下去了，你帮我看一下楼梯，我拉拔蜡。好，拉他尸体，五十一等，看他没拔拉，先，我听一下声音。我觉得我们左边，我觉得我们先收一下我们这一层。好，我怕又有同样的错误。安全。地方我在中央梯。他在左边。跟我来。有拔蜡吗？没有。哦。你下去了吗？下去了。好。他在哪？没看到，他躲了。你在左侧还是右侧？左侧。好，收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一楼，小心。等一下，要小美了。跟我来，一起攻。好。你在哪？很冷。他遇到 Scav。你在哪里？我没看到你。不在一楼，干断手，要不要先上？先补。他不在一楼，不在一楼，好。几分？几分？几分？现在吗？现在十五分了。我们往哪里？十字路口、船、拖车厂、载具，那个计程车还有，可是我没带钱。fuck。你先架一下，我们要撤。你要不要推推？我现在穿的就是推推，我装不下来。好。我捡到他的包，他包里有一堆东西，然后他的
他有一把那个看起来像是 NYA 的东西，我捡走了。爸，你身上有钱吗？不够。好吧，那算了。如何？怎么测？不如这样，先杀他好了，太麻烦了。我有点超重。你不要捡那么多嘛。他不在一楼是吧？大概，因为 Skip 走上来。我看浴室没有。看一下车体，你不要跟我进来，你不要拉。什么？好，你不要去拉，现在在杀人。好，你在哪？你在二楼车体吗？二楼侧。好。其中一间。很臭。爸，他可能在一楼，不宜他好走。走，有点臭。突然就不见了，我看到你看累了一下，小心，小心窗户，小心。好，我刚因为lag，我没拉到他的 N1A，可恶！算了。你这么走根本没问题吧？慢慢走。好多多嘞，兄！你帮我看看有没有。好。对，有船吗？继续走。好。用爬的。怎么了？回体呀、啊。哦。你先继续走。
不动。看起来没人。你还 OK 吗？嗯，角色跑不动。Cast off. OK， 撤离的。恭喜。Hugh。哎，话说中间那个人，他是什么时候死的？我吗？没有，我是说我们后来对到那个。哦，没有。看来是我炸死的。哇，61等跟51等。